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蟹黄豆腐煲，我的也可以叫。我听说爱吃豆腐的人都很温柔，炒至起沙就可以加入清水了。切好的蟹柳，来一点水淀粉勾芡一下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我觉得女朋友就是用来哄的嘛，她还没吃，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心太软，没有人哄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把红枣剪开，取糊，粉加水比例是4:3，揉成面团，放上一点黑芝麻就可以上锅蒸了，淋上一点蜂蜜，香甜软糯的道歉小零食心太软就做好了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宝宝是吗？